你说你未淡定时，令我每天欢笑一次。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，是你心中一种决心定义，流进了眼角里的刺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系 Sing Soul Academy 嘅创办人，我系 Kelvin。好啦，又嚟到我哋每日三分钟教唱歌嘅时间啦。今日要教大家呢一首歌，同埋呢一位歌手咧，就系下边好多好多观众朋友咧留言点名讲嘅王杰啦。OK， 咁其实咧，杰哥一直以嚟系一个我细个好中意嘅歌手啦。佢嗰种咧独特嘅唱腔咧，我可以话咧系真系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！好多人咧后天其实想扮佢啦，虽然扮得可能有几分相似啊，不过咧其实嗰种浪子嘅感觉咧系真系王杰先至有嘅。好啦，不过。即是很多同学都想试一下模仿你喜欢的歌手的。在不讲这首歌之前，我觉得可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关于杰哥的唱腔。其实要扮这个王杰是扮出来不是很难的。就是我们尝试将每一只字做一个比较少少蹬出来的感觉。好像我们有戳那只字出来的感觉。未完的。而且我们在戳那只字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加少少下坠式的收尾音。Okay? 例如我们拿回今天我们要讲这首歌，就是我们唱没有花，咁咧系唔似阿王杰嘅，咁我哋要点样咧？我哋要没有花，这刹那被包围吗？无野火都会温暖吗？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？好啦，咁呢首歌究竟应该点样去唱啦？嗱，唱到有啲唏嘘嘅感觉咧，其实系阿杰哥咧拿手好戏嚟嘅。好多时你听到咧佢加啲咧气声嚟做一啲衬托嘅，吓，譬如呢一种感觉咧就系攞咗一啲比较 speech quality 嘅感觉，即系好似佢真系讲紧嘢。OK， 呢个情况咧你会发觉咧佢似讲嘢多似唱，佢保留咗一种咧比较沧桑嘅语气啊。例如我哋做没有花，这刹那被破坏吗？无野火都会温暖吗？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？ OK， 好啦，咁咧呢一段咧大概系咁样啦。咁我哋继续第二段主歌咧，语气上咧会有少少 firm 啲嘅。另外注意啦，我哋喺拉长音嘅时候，嗱杰哥咧系会即系有个拖咁样收尾啦。但我哋正常唱嘅时候咧，可能咧我哋希望咧将啲长音咧拉翻好少少啊。因为咧如果你好急住收啲长音咧，其实你听落去咧就会唔好听啦。例如我哋唱，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？系啦，譬如嗰啲妈，我哋可以拉翻长啲啊。如果我哋收得好急，相拥都参照主角吗？咁就会唔好听啦。好啦，去到 pre-chorus 咧，咁其实你会听到咧，佢嗰个自责嘅语气比较多少少，而且情绪咧有少少开始变得激动啊。佢嘅咬字同埋语气咧都有提升到嘅感觉嘅。咁我哋去 demonstrate 一次啦。你说你未淡定时，令我每天欢笑一次。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，是你心中一种决心定义，流进了眼角里的刺。OK， 你听到佢嘅声咧，比较系吓惨淡一啲啦。OK， 好啦，去到副歌啦。嗱，副歌咧难度咧就唔算好高嘅，其实成首歌最高音都系去到 F4， 虽然咧都已经进入混声区啦，不过咧一般男同学咧都 handle 到嘅。咁呢类句子结构咧非常之相似嘅，唯一要重注意咧就系个重拍落喺边度啦。嗱，咁咧每一句嘅重拍咧，其实咧都落喺咗咧一个换 chord 嘅一个位置啊，即系例如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，为何不分裂是件坏事情，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，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。咁如果你想模仿阿杰哥嘅唱腔，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？为何总等待着但别事情，从来未察觉我每气动听，在我呼吸声早已传明，什么都会用一生不清。大家可以咧就试下啦，系攞呢一种感觉嚟到去唱下呢一首歌啦。咁相信咧呢一首咁经典嘅歌曲咧，大家都一定可以唱得好好听嘅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条片咧，记得要 share 三部曲啦，同埋分享俾你中意唱歌嘅朋友仔。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见大家。如果你有任何歌曲想我讲嘅话，记得下面留言俾我啊，知唔知？留多啲我就会吓呢、这个拣大家嘅机会高啲噶。好啦，拜拜。